气十足，大声问号柯爸柯妈来彰化，儿子柯文哲下一步，老人家透露关键字。你说我有准备啦，啊，无一定会选啦，啊，无一定歪选啦。有准备哦。啊，有准备，啊，有准备，我讲啊你哪有准备？伊讲难免。啊，但只要有机会通选，啊，咱就来选。坦言柯文哲有准备，但选不选就差临门一脚。柯爸柯妈选择支持，但找谁合作？是郭柯配还是柯国配？刚刚郭台铭好不？我唔捌你呢，我唔知啊，唔捌你。我讲，你大企业家，我哪会捌你？我只安尼。柯爸柯妈有问必答，进到庙里看见墙上挂着儿子柯文哲五月份送来的匾额，柯妈像是吃下诚实肉包，当下内心话全盘托出。柯妈心直口快，包括国安局私烟案也说这是长久以来陋习，但柯文哲下一步动向，爸妈不敢多做干预，但这一言一行似乎已经透露出端倪。记者郑柏林、嘉庆、吴鹏新彰化报道。